厕所先吐，吐完之后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没有吐，我没有吐。好，来，我们用。那你现在是想讲话还是不想？我觉得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下。欢迎两位最帅的小阿飞。是你们在这个节目人设啊？这个吗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朱轩阳。大家好，我是曾静华。相处那么多天，我有没有最受不了对方的什么时候？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啊，就出来吧。啊，就是你很累的时候啊，没有，因为他很累的时候，他就会不讲话。他不讲话，我就必须讲话。他其实蛮适合当主持人的。哎呦，没有，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靠。不过要知道你话也算多，但节目里话也真的很多，因为我自己看也有吓到。第一集吗？对，因为我们都是看第一集。因为第一集在我家。我忘记有问过什么，反正他们叫我问什么，我就说好，我等一下会问。啊，他会拿那个大字报。对啊，你现在问老板娘，她生意怎么样，或者是她跟老婆，然后我们就会看你这样。欸，老板，你现在生意怎么样？我被对方帅到的一个瞬间，划龙舟。那时候是为了准备那个端午节要比赛。对，那我是被找去的杂牌军，就是练。学长不是回去的嘞？对，大家都觉得哎，静华学长。对啊。然后我就又没划过龙舟，然后就教我，他就教我要怎么划那个龙舟。我说哇靠，这也太夸张了，太因为这个动作其实蛮 man 的。对，而且你很常看他的眼神都有爱，会用一种以你笑的眼神。那是你吧，那是你吧，不要投射，不要投射在我身上，好可怕。经过这趟旅行，对方最让我意外的地方是什么？我老实讲，你讲啊，老实讲啊，不敢骗人。真的真的，然后老实讲，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会是那种很粗线条的，不是，没有，但他在他有兴趣的地方，他是很细，比方说盖树屋。哦，他有些东西他想要放哪里，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出来。他出现的时候是他有什么反应？没有啊，他其实就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不会去做，就放在那边都不会碰。例如什么？找例如什么？你现在想到马祖啊，节目组那边就要求跟大家聊天，然后就是要多跟大家聊几句这样。啊，你那时候就会看着出来，他完全不想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已经太累了。我会觉得我知道，因为这也算是工作内容，好像必须要讲什么，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办法，讲出身体跟不上你的想法，就讲出来会，甚至我觉得更不尊重人。一开始我有跟那个制作人有讲，我聊过这件事情，就说。既然是实境节目，那是真的做自己嘛？他就说，哎，对啊，当然可以。我说那不想讲话，那你就跟他讲话啊，对吧？他讲的对，对吧？算是很遵守规则的一个主持人。他完全是遵守在规则。那时候我不想讲话，就发现根本不行啊，因为这么多人在，那我可能不讲话，不然要干嘛？就像我现在不想讲话，就坐在这边。不能啊，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子不讲话？那你现在是想讲话还是不想话？我现在吗？老实讲哦，就还可以讲，因为像现在，我就是其实想要停下来，就是觉得会觉得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下。哦，你现在想休息一下？对，大概十秒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让你休息十秒。好，那你帮我数。我们这个十秒的时候没有一起休哦，现在是宣扬的休息时间，不是静华的。好，可以说出一个对方最失控的举动。这是我要说的吧？他在蓝屿的时候，他情绪就崩溃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到蓝屿之后才放开来，在打开他心房，通常有时候要重生的时候会先瓦解，那他就在蓝屿瓦解，而且是瓦解给大家看。他就先哭了之后，因为要拉那个喇叭机，大家在等他。他的那个等他的时候，因为。他停不下来，然后制作人就跟我说，
小猪，你觉得静华要哭多久？然后我就说应该，我觉得你给我20分钟之内，忘记我讲多久。我说我会把好的静华交给你。哎、欸，怎么感觉这时候你像是保姆？对，我那时候像保姆，然后跑到厕所先吐，吐完之后一直哭，哭一直哭，哭完之后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。我没有吐，我没有吐，我忘记。反正你有到马桶那边连拜，对我只准备而已。连拜。有准备没有吐？然后我没有吐。弄完之后，我说静华，大家在等你，现在在工作。他说我 OK 了，我好了。好，来，摄影机拍一张。然后他说来，我们来，然后拉把心脏，我们整个就是。哎、欸，好，来，我们用，先好好的这样子拍了之后，拉到一个最大奖，然后就把衣服脱了，然后脱完之后，然后就先继续面对镜头，啊，我不行了，一切都还在拍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他情绪转折很快哦，好，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来。哦，这个讲起来真的是，周遭人就会觉得哦，我很矜，或是哦我好像话很少，或是我好像有什么情绪，对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看我是不是让别人很难相处。而且你现在小剧场很多。对，但我其实我没有在想什么，我就是，然后今天可能比较累，是这样。但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想给别人有距离感，可是别人会觉得我有距离感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。我也很想要改变这个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现在就是尽量的笑啊。对，就是看到人就是先笑，我看到人就是先笑，然后不管好的坏的，我都先笑就好了。只能选一种，就只有一组。那我要这个，我这个也可以攻击吗？请问？名字叫做什么？对方 OK， 张勇。好，叫什么？王可晴。忘记他的，你有看他的吗？有。你有看？确定。请问对方在逆局里的名字叫做什么？逆局哦。三、二、一。任飞。那你叫什么？陆晴。陆晴。哎，你怎么一个都没有记起来？如果两个小孩在一直没有答我，我会攻击你们。请说出红绿灯从左到右依序是什么？红绿灯，红黄绿。对。嗯。你知道干嘛？你知道打、哦？没有，要两个阿呆才有。他完全是遵守在规则。请说出曾静华的出道作品是？都可以。转校。哎，宣扬。你在游戏里吗？有在那个、哦。比较。哦，你说我太小声。对，我比较笨。好，再来这一题，你真的没答对，我真的是。请问朱宣阳的出道作品是？有五个节的，我是出国在阵的啊。2023年全台票房破亿的国片是哪一部？你不能这样子放弃，不可以放弃。好，请关永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。没错。请问李明顺大哥在第49届跟第57届的金钟奖分别是拿下什么奖？两个。49跟57，来，请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赶快。49，那个一个是男配角，一个是男主角。没错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拜托你，知道吗？就直接猜男主男配，不然。没有，那哪一个是男主，哪一个是男配？对，两个是男主，两个是男配。有没有问这个？他刚才是说分别哦，分别哦，49是那个、啊，我不知道，但57是逆局。好 ，OK， 一局游戏的就 OK 了、就不用那个就道歉的意思。对，好 ，OK， 那分电话可能需要道歉一下。我刚才有抢啊，我刚才有要抢，只是他比较快、啊。OK， 好。49是做工的人，男主角。请问高铁一共有几站？我靠，高铁。三、二、一，你说。十站。答错。13。答错。12。答对。是要打，没有谁会去算几站。那个南港，对，台北，板桥，新竹，苗栗，台桃园，台中，跟嘉义，彰化嘉义，台南，云林，台南，台南，然后
哦，抖音。很厉害哎！哎，你们现在平手哦。是哦，有在算分数。有在算分数，因为我们有个小惩罚。好。请问王静的狗狗叫做什么？潘吉。对。第58届金钟奖的视后是谁？见地剧。还要讲。蔡淑臻。没错。什么剧？穿你哪一个？暴走女外科。没错。请问第59届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是谁？朱宣阳，朱宣阳，没错。我记得啊，我只要想，他一定听到59届，他一定知道啊。请说出省道的标志牌是什么形状？省道哦，梅花。朱宣阳，错，梅花答错。三角形对，但是是三角形啊，是倒三角形。好，我也爱你啊。请说出仔仔演出的三个作品。很快，你说。那个痞子英雄、逆局、流星花园。好厉害！我觉得宣阳后来跟上哦，那个精华慢慢的有点。我没关系，我没关系。好，最后一题真的是送分，请完整的说出节目名称。二代流，二代流浪记是完全在手上。没错。结束，来，我们朱帅阳直接后来居上。我输了，没错，又是我。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卡哇伊呢？好用心，朱帅阳很用心在装扮，是不是？这都是我说他很用心的地方。对，而且他其实很细心，在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拜一。朱帅阳很快乐。大意。我贴一个，要贴，要贴。OK， 很可爱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宣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静华。二代流浪记之完全大人手册，12月17号晚上9点在公视主频道，晚上10点在公视加八大综合台跟 Netflix， 我们不见不散。Let's go。不会敢打蟑螂，用手。你说你吗？对对啊，你说那种大的，大的也可以啊。你应该蛮怕的吧。我不会这样子啊。我可以用，我会用其他方式。没有，你自己去问。有一些观众，如果是家里在做生意，或是比较乡下，其实都是这样子。你我也不会，可以用脚啊，或是用扫把。对，他会用。他有时候太快，你旁边又没有东西，就是要让他死。天哪，这很帅哎！我觉得这个举动很帅哎。那个拿了，如果拿个卫生纸就这样子。因为你看哦，想象一个蟑螂突然跑过来，然后一个男生就这样棒，另外一个人还在找卫生纸，然后再棒，有没有？很帅。做输一点。哦，假如说这样。对啊，就这样打。哦，好，就这样打。打完之后把它剥掉。天哪！就这样。有哎、欸。我就需要学起来，这蛮美。我不用学这个，不用这个。我杀虫剂。好 ，OK 了。